无论多么严重的甲减，一定要牢记三点。我们常说三分治七分养，养护的重要性千万别忽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少吃油炸的食品，高温烹饪过程中呢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自由基，诱导氧化应激反应。甲减患者本身自身免疫力较低，过多的摄入油炸食品可能会导致身体抗氧化能力的下降，进一步影响身体健康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戒烟限酒，不熬夜，这三个不良嗜好都会导致甲状腺的病情加重。最后一定要注意情绪的调节，少生气。其实情绪不好对甲减的影响也很大，长期的焦虑、抑郁、压力过大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、痉挛，长此以往呢会加重甲减的病情。所以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养护甲状腺也很关键。